和科学的发现。天问一号要通过一次任务，实现火星环绕、着陆、巡视三大目标。要实现这么多功能，探测器由两部分构成。下面是环绕器，主要完成奔火飞行、环绕探测和中继通信任务。上面是着陆巡视器，主要完成着陆任务，它里面放着中国第一辆火星车，将在火星表面展开巡视探测。非常复杂，我们从地球发射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奔火过程，在二月份才能到达火星。最重要的第一步，进火捕获，要成为环绕火星的卫星。如果这一步不能成功，那后面都是零了。环绕起来之后，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轨道的调整，要在火星轨道停泊2个半月到3个半月，然后我们再要进入火星，着陆火星。通过一次任务实现了环绕、着陆和巡视，在国际上还没有人干过，中国是第一次。笑起来，笑。距离发射还有10天，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张荣桥和试验队员们来到空旷的发射场内，一起做件有趣的事。所有人看起来都很轻松，但实际上他们面临的火星之旅风险极高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也挺忐忑的，因为我们未来的很多风险依然存在。60来年，人类去火星一共发射了56颗探测器，总体概念上50%成功，50%失败。难归难，但是不能因为难，不能有风险，我们就不去干。虽然有些忐忑，但航天工程师们内心还是有底气的。近10年来，中国航天发展迅猛，中国新一代无毒无污染大推力火箭长征5号研制成功，总体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强大的运载能力可以把体量更重的航天器送往深空。现代化的文昌航天发射场竣工并投入使用，这是中国第一个低纬度滨海发射场，能满足大型运载火箭和新型航天器发射任务的需求。中国建成了世界第3个全球布局的独立深空测控网，能有效指引4亿千米外航天器的飞行。现在的情况报告一下，目前为止，文昌这边天气情况非常的理想。距离预定发射时间越来越近，火箭和探测器已经完成安装和测试。由于发射条件十分苛刻，火箭在转运到发射塔之前，各项条件是否满足，必须经过专家组评审。我们有意见，同意转产加注评审通过。同意通过评审，鼓掌通过了。评审会通过后，第二天清晨，长征5号火箭从总装厂房转运到3000米外的发射塔架。这是人类前往火星的第46次旅行，对长征5号来说是一次重大考验，因为这是他首次执行应用性发射任务。由于天体运动等原因，根据轨道计算，这次发射的预定时间在7月23日中午10分，发射流程从负12小时开始。最后也是上岗，也是去送一程啊。所有工作人员都将度过一个不眠之夜，这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。
了尽可能节约探测器的燃料，发射最好能做到零窗口，也就是抓住发射窗口期的最佳时刻。30秒、30秒、20秒、20秒，启动云月火，明白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点火！2020年7月23日12:41.15，167毫秒，长征五号顺利升空，做到了零窗口发射。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。气量进站，刚好数据机盘。二号跟踪目标，雷达跟踪目标。0水3901跟踪正常。0水3901跟踪正常。点火起飞只是开始，现场气氛还是不轻松。天问一号是中国航天第一次走出地月系，必须达到每秒11.2千米的第二宇宙速度，才能摆脱地心引力飞向深空。从飞出地球大气层到最后到达地火转移轨道，还需要近30分钟。遥外射信号正常，器件分离，器件分离。试验飞行就为了今天执行国家重大任务，而且打得很漂亮，创造了中国火箭飞行的速度之最、高度之最。今天是确实是见证历史的时刻，非常不容易。感谢我们支持队伍，确实不容易，感谢为他奋斗几代航天人，祝福我们的探测器，后边他还要独自再飞行半年左右的时间，在茫茫太空里边。我们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，是运载把我们打到了一个地火转移的入口点，后边我们有非常艰苦卓绝的道路要走，要克服各种的艰难险阻。对朱岩来说，天问一号发射成功后，内心的期待与日俱增。作为天问一号有效载荷分系统总设计师，他要马上组织部分科学载荷开机，收集笨火途中的空间环境数据，还要对其他载荷开展在轨测试，以便在到达火星后能够尽快开机。有13种有效载荷，环绕器上有7种，在火星车上呢配置了6种载荷。如果我们研究一个人，比如说我们想研究他这个外貌、身材、气质还有内涵啊，进而这分析他的这个历史，还将预测他的未来。对科学家来说，能直面火